没有？我说包下来骗你干嘛？别摔了。您过来。你干嘛？帮你检查一下。你刚才不是自己穿的吗？过来。万一没扣好摔倒怎么办？啊？那个腿。看，没扣好吧？这里。好了，走吧，上班。嘿，等一下。啊？我不会。你不会？那你怎么不早说啊？那你也没问我呀。我看你挺熟练的。你快过来接我一下，我不会。我怎么接你啊？教我呀！你就往下滑，慢慢滑。来吧，来吧，慢点啊！对，对，你别踹我呀！幸福的像是一场童话，爱在夏日里开了花，不需要计划，爱你不会放假，你的快乐我每一天都会参加，爱你我什么都不怕，只要你开心我愿意每天说心话。快起来，冻死了。像是火火了，用力啦！阿泰，你别在那儿，你快来帮帮我呀！来了，认不认识？别压我！爱在夏日里开了花，过去干嘛？什么干嘛，自己多胖不知道。你给我吃一点。我觉得最近还挺开心的，你也没有那么讨厌我。我这种人见人爱、花见花开、车见车爆胎的人，怎么了？自恋狂。谁自恋狂？你才自恋狂。哎，你大学的时候什么样子？你还是医学生啊？你和云舒的关系为什么那么差？哎，你连着问了我三个我最不想回答的问题。说说呗，说。算了，不说我也知道。你说啊，你知道。你上学的时候肯定是成绩特别差。然后还经常不上课，虽然受女孩子们喜欢，但是脾气特别差，对谁都爱答不理的。偏偏这个时候啊，学校里有一个品学兼优，样样都比你强的学长，而且还是你爸爸的得意门生，你就私下里暗暗的跟他较劲，可是人家根本就不把你放在眼里，你气不过，就偷偷改了专业，去了他。停！你这说的还有声有色的啊。你不去说相声可惜了。那你说。我辍学了。我爸他不让我学音乐。他在我不知道的情况下呢，偷改了我的高考志愿。
我被迫去学了一年的医科，但我后来也没告诉他，我辍学去当了练习生。所以你和你爸爸？对，不过他也无所谓吧，他有一个这么优秀的学生，我算什么？